慧宁时间法国自驾游。今天我们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。现在您看到的是从巴黎开出来半个多小时就可以看到的景象。一提到法国，大家常常想到的形容词是浪漫。其实各个地区的风景景观和生活方式才是令世人为之向往的。法国独特的地形构造和气候变化造就了不同地区华丽多样的景观，有阿尔卑斯山脉，有大西洋，有地中海，还有我们面前这沃野千里田园风光。的确，在法国首都巴黎之外，有许多各具特色的小城市很适合短途旅游，可以说走就走。那我们今天是要去哪里呢？我们要去法国小城普罗万，参加那里一年一度的中世纪节。下一集会专门来介绍这个节日。慧宁时间法国巴黎。